饿了，来喽！小胖开饭啦！你咋才来呢？都给我饿瘦了，饿瘦了！还不都是为了你吗？上期视频好多好多小伙伴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无辣不欢的重庆美食啊，那得多辣呀！那什么那，小伙伴们都说了，要是能挑战成功，他们把全校同学叫来给你点小心心。我的也是，我就爱吃呢，够麻够辣的。安排。早饭要吃好，就给小胖安排一个重庆牛油小火锅。啊，够辣！到了中午要吃饱，就给小胖安排一碗相当正宗的拉面，说重庆肉燥小面。哇！这个重庆小面这味儿，麻辣鲜香，也脆皮了，而且这个肉燥和黄豆也是嘎嘣脆，香。那是必须的，人家拉面说重庆肉燥小面，不光用料讲究，配料也特别足。制作相当简单，用100毫升沸水把底料冲开，把煮好的面放进来一拌，把脆炸豌豆、叉烧肉碎、葱花、榨菜粒、芝麻这些配料往上一撒，就齐活了。这真是既好吃又方便呐！太棒了。到了晚饭要吃少，就给小胖安排一小份重庆特色毛血旺。啊，今天吃的真是美得很。